吃饱了，哎呀，吃了一斤多小面，重庆小面，这个面很好吃啊。等我吃完了，雨就停了，雨停了，我要，现在几点钟了？我看一下。不能上高速啊！不能上高速。要走了啊！好好走了。好嘞。哎呀，哎呀，没过去。看到他那个抢了。再走一下。OK。刚刚碰了一下，碰到那个护栏，那护栏是铁的。现在五点钟还不到，他们那些，万盛街上面的那些大咖，应该现在还没有过去，起码要等到六点以后才能过去。我现在趁于这个时间，我先去找一下充电桩，因为这几天下雨下得比较厉害，下得很猛啊。这个充电桩是在哪里啊？都已经弯了好多路了，都是这种炮弹坑的路，我的个乖！哎呀，我人是受得了，就是我的车不知道受不受得了。这种坑坑洼洼的，还下着雨，天哪！右转，你到底是在哪里嘛？左转右转。这个坡实在太陡了，我骑不上去，我把它卸了，卸了分开，分开拉。只有这样才可行，再去把下面的三轮车骑上来，两个坡。哎呀，这样子空骑的话，对野牦牛来说就无所谓了。上来了，希望把充电桩找到，离我还有124米，我看一下在哪个地方。转了一圈圈，估计那个充电桩在地下室。哎，发叔，这里有充电桩是不是在那个地下室啊？这个底下。地下室是吧？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我转了一圈没找到。那位大哥，帮我把门打开了，去充电，去里面充电。这个是要识别车牌的。哎呀，下去，这下坡，明天早上怎么上来呀？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充电桩。充电，充电。好。充电。充电。现在停到这个地下室来了，把车子，一会儿就来充电。今天晚上就是在这里露营了，横店这个地方。等一下我把前车骑出去，骑到他那个万圣街，他们那些大咖在那里直播，我去看一下，看一下他们哪些人。我把小方车停在这个地下室给他充电，然后我骑着野牦牛去那个万圣街还有那个滨江公园，看一下他们那些大神都在那里。我带着铁锹一起去，铁锹不能放在这里。现在骑着野牦牛去横店的滨江公园，是非常出名的，还有横店的万圣街，都是这边做自媒体大咖全部在那里集云。今天晚上没有下雨，我骑着我的野牦牛奔跑过去。我的野牦牛今天晚上没有拖着小方车，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一踩感觉就来了，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了没有？对吧？哦，上来了，感觉就上来了。后面没有小方车，它就像一只脱缰的野马在奔跑，非常快，非常给力，劲特别大。
还有966米就到了滨江公园。我现在到了这个万盛街，好像没看到什么人呢，感觉今天下雨，是不是都没有出来，还是去了江滨公园，不然我去江滨公园还有358米。这边感觉没什么人，静悄悄的，两边那个走廊上。我到了这个江滨公园，我把车子停在这里，我想把这个围绕这个江滨公园转一圈，感觉今天下了雨，连个人都看不到。走起，哎，他还走不动了，陷进去了。OK， 嗯，就围绕这个公园转一圈。人呢？应该是下雨的缘故，没人。那边有唱歌的，但是也看不到人。这里是横店江滨公园，对面的灯火辉煌，非常漂亮，映在这个江面上。现在我要去那个正中心转一圈圈，看遇不遇得到明星。现在在下雨，估计今天有点困难。哎呀，这里谁把这个电瓶车放在中间了？我只能走这个泥巴路过来了。哎呀，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我前面雨伞是我的挡风玻璃，我们碰运气了，朋友们。如果见得到明星，那我们就有眼福了，见不到我们就看看晚上的夜景。横店，出来之后这边就有一个横店汉庭酒店，然后笔直前面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万盛街，就是一些网红在那边直播。因为今天下雨的缘故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出来。我想看上面能进去吗？哎，这里可以吧？这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。哎呀，真的可以。好，可以，我就从这个街这中间这里走过来，看能不能遇得到，希望能够遇到。这边这条街出了很多很多大网红，小网红我们就不说了，大的静悄悄的，以前唱歌跳舞各种啊反串都是在这个街上，就是这条街，但是看不到人呢，一个人也看不到。哦，那里有人在那个农业银行那里有人在直播了，咱们停在那里看一下。哎呀，能有看得到的吗？好像看不到比较熟悉的，看不到，好像是一些新人吧，一些比较面孔比较熟悉的看不到。这个车不是改装的，买的就这样的吗？对，买的就是这样的吗？有啊。哪里啊？你不是，我看这车挺好的。这几位大哥对我这个车比较感兴趣，头一次见，我让他试一下。你手机放火包里面，手机放火包里面。
蹬就行。蹬，你蹬，你刹车刹车扶着。对。你刹车的要。对对对，跟自行车一样，你就把它当做自行车，就对了。啊。蹬起来就行蹬，对对。对吧？好的。好骑吧。挺好骑的，哎。轻不轻？很轻的。很轻是吧？骑起来。这个就是你们说了算。哦。蹬起来，然后你看它就就没事了。手刹一刹。完全挺好的这个车。这个车真的。来，你可以关注我在路上的513，看我是怎么拉着小房车在西藏上奔跑。哎，这车真的非常棒哎。非常棒啊。真的非常棒，哎呦。美女，关注我，在路上的513。这个车蹬起来还特别轻啊，哎，马上就走。肯定了，不然怎么去西藏，怎么回得来？哦，你这车真的太棒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这不是说你骑在这里夸哟，这个是你自己。我自己体验的，我自己体验的啊。不是说靠别人去干嘛，我什么东西我都要体验。这车流。这个还能骑的，我再骑一下。再骑一下。这位大哥骑上瘾了。需要的就关注我哈。这个是带有差速器的，转弯它不会翻车。是吗？你转过来，不像那种。这个车真的特别舒服啊，大哥骑这个车。是我的车，我的车。你的车。我骑他的，我的体验一下。他在体验，让我记录一下。你是全国跑吗？对。这么牛。在路上的513。ID 是什么？在路上的513。在路上513，好的。你可以关注一下。我横店李秀元。啊。我横店李秀元。OK。名字叫做横店李秀元。我给你记录一下。谢谢兄弟啊，谢谢兄弟。好好好。四海，这里接兄弟。好。五湖震荡，携九州。谢谢，有时间兄弟去我那里吃饭啊。可以，做几个小菜啊。可以。好的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车真的挺舒服的。挺舒服啊。真的挺舒服的，谢谢。好。真的好舒服哎，来试不试一下？谢谢兄弟，谢谢。试骑一下。骑起来特别舒服。哎，那你帮我拿一下，我，你帮我录一下。来，兄弟们，今天遇到一个大哥啊，骑这个车全国旅行，兄弟有幸啊遇到了，试一下啊。我在万圣街看到了非常舒服的啊。这个好，这个抓紧不踩，你刹车要是刹车，真的刹跟自行车一样。手上在边上吧。我跟你说，骑这个车是啥呢？去哪里没有不怕叔叔，不怕叔叔，他不管你，也没有交警查，你不用加字儿，对，不用加字儿证明，而且他上面搞个太阳能板，解决了用电需求。你看他们那有些骑那个两轮自行车的，那带不了这么多东西，搭帐篷也不方便，他这东西多了还一个房车呢。他这个对，他这个还能拖挂，还能拖挂，然后他带东西够了，这够了，非常棒，兄弟们非常棒。刚才那两位兄弟，一位大哥还有一位兄弟试骑了这个车，对这个车非常满意，他们也关注我了。这是我老头子。谢谢你俩。谢谢你，给你拿的。不，我不我。你不要，我就不愿意。我有真的有。你有有，我真的有。拿的嘛，这是奶粉，奶粉和绿和那个青豆，还有卫生纸，多不了。这个多不了的，不要再客气了啊！走，我们走了。你们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回家。你们住哪里啊？就在这隔壁，你找不上，好，你不要下来了。哇，他们就说送了就走了。横店芳芳，对呀、啊，好，我的网名叫横店芳芳，好，大家关注他一下，横店芳芳，对呀、啊，好好，我都是在这里捡那些流浪女，我们要资助的，好的，非常感谢您，不要客气，弟弟，好，好，你不着急来，我回去后再招待你啊，好的，谢谢，好的，祝你一路平安，好，一路平安，谢谢你们，啊，这夫妻俩。今天在横店遇到的第一位，好，再见。好嘞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好。不客气。好嘞。这是我来到横店的第一个遇到的第一位，就是在那个万圣街的时候，老早就遇到了。快到我充电的地方了，在那个地下室里。现在要冲这个坡了。随后50米右转。马上就到了。回来了，朋友们。回来现在有点恼火了，主要是我这个充电桩被别人充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一下就麻烦了。这
这麻烦大了，哪个地方还有插座吗？都被冲了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，这回来一下子被人家都冲了，那我就没得冲啊。那边是大的，大的我不能冲啊。天哪，这边有一排插座好像没开通，电瓶车停放区，这个是投币的，这个灯没有亮，这个是，这个有，这个没有，电瓶车停放区，投币的，这个我充不了，充不了，没有币，我找一下，一定要找得到。哇，那里有个饮水机，哇，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能骑过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过来，从这里过来。哎，现在把电充上了，明天就可以充满了，充满了明天就往杭州方向。可能这些天我又要稍微快马加鞭了，房车厂那边把我的新房车做好了，加宽了，做成1.2米宽，长度是1.75米，然后后面那个阁楼啊加高了，做了2层，放东西也好放了，到时候就坐在房车里面也会舒服起来了，期待。然后我早点赶到那边去吧，早点把那个新房车换了，这个格局全部都变了，非常漂亮啊。大家和我一起期待新的小房车早点换上。好了朋友们，那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出发往杭州方向，下到了杭州我一定要去西湖，我们西湖见。